这个瓜的名字叫塞热克可可奇，塞热克呢是黄皮汁液，可可奇呢是绿皮汁液，合起来呢就是黄绿色皮的瓜。这个瓜皮的颜色呢是黄绿色底，网纹呢是中等粗，比较密。果实重量呢大概是在2公斤5左右。我们呢现在来切开看一下，听声音。很意外，这瓜出现了杂交现象。它的外观是可扣起，果肉是绿色的，汁水比较多，果肉呢中等厚。我来尝一下，很脆，很清爽的感觉。是那种烧脆的感觉，很清爽。这个瓜它的香味并不是那么浓，我喜欢这个瓜，很多水，并不是特别甜。肉质很脆，是那种烧脆，并不是特别脆那种。这是个非常意外的杂交甜瓜，综合的来说它是非常不错的。它的果形很美观，重量呢2公斤5左右，肉质呢很酥脆多汁，纤维含量少，糖度呢比较中等。我们测下这光糖，它的蔗光糖在15，并不高也不低，所以呢吃起来呢才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清爽的，不是那么腻，不是那么齁甜的感觉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吧，拜。你看它汁水很多的。